黄旗居起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噶嘛，外边街藤区啦，咁啊再见到入边咧，咁啊就有呢只当家精选啦。中间嘅位置红衫红衣优骏啦，白鼻孤星周司令第五位智翠双头内栏第六位仲有劲抽啊，最出就将令灰马出闸爽噶，褪到落去尾四咧就嗰只同落日啊，尾三黑衫咧就时时精彩，响佢入边起装补啊，暂时殿后系嗰匹福将嚟噶。接近呢個咧就係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街藤區咧就放咗出嚟跑嘅，跟住第二位係紅衣優俊啊，第三位嘅馬咧仲有呢只將令啦，中間第四位白鼻箍星洲司令啊，喺出邊灰馬又遊咗上去咯，同落日入邊位置咧就係呢只咧咁啊勁抽啊，當家精選咧出咗去出邊咯，走生位啊，咁啊大約喺個尾五嘅位置，尾四起裝補，咁啊時時精彩咧，跟到嗰只咧就當家精選嚟跑嘅咯，喺佢外邊咧仲有一隻智翠雙。头咧就 mark 得只时时精彩好实嘅，包咗落尾嘅马咧仲系将令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街藤区咧都仲系占先嘅。红衣优骏第二位，第三位咧有星洲司令啦。咁啊再见到响入边悭咗位有劲抽，揈到最出追，当家精选。再后边嘅马时时精彩喺出边追，马林后边咧仲有同落日斗到嚟最后200多米，当家精选喺中间透出数入去，星洲司令白鼻箍红衫红衣优骏外边上跟嚟咧仲有。时时精彩中档就起装宝，最后100米啦。咁啊呢只咧当家精选赢紧呢场咧香港经典一哩赛啦，跑第二名星洲司令啊，第三名红衣优骏，第四名咧就时时精。